哎，露丝又来了，今天做一个爆浆蛋糕，先给它挖个洞。哎，做一个红色的，这个颜色好好看。要挡我脸，加点小馒头。哎妈呀，加点小饼干，这种彩虹糖就几粒了，好可怜。好了，先这样吧，下个视频开始吃它。先吃一颗我的小果冻，然后吃之前要吃的。